那黑鞋你穿上啊，行，穿上。别，千万别穿那白的啊。为啥呀？嗯，不穿白的，不穿白的，穿黑的。哎，对，穿黑的。你说话大点声。穿黑的啊。你坏蛋呢，专门就穿那个白的，你穿，咱们穿黑的啊。啊，坏蛋专门穿白的，你看我就愿意穿白的，那可咋整啊？那你那明你白？认为我也是坏蛋呢？还有那说法？有那说法，听，你注意，注点意就对啊。你这不知道又做啥梦了，是吧？你觉睡咋样啊？这个留着，这是啥揣呀？在兜里头。啊？你要是我看这是个啥呀？坏蛋，就拿这玩意儿，就打他的脸啊。这个能打人呢？能，这能打人呢？能。妈，你咋那么有意思呢？你咋天天想坏蛋呢？妈，想点好的不行吗？行妈，了，妈，别打来了，你别吱声了，妈，想点好的，想好的就来好的。你不说处神有神吗？所以你得想好的就来好的呀。那你想坏的不就来坏的了？心里头有数，心里头有数。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呀？我问你呢，不是我有鬼。那谁有鬼呀？我心里是没鬼。啊，没鬼就对了。啊，对呀，那你心里有啥呀？咱们就出去，啊，不吱声就行。吱声咋的呀？咱该说话说话呗。行。你这大清早起来神叨的。他骂人，骂人骂得厉害。